11月18日，刘德华结束金马奖颁奖嘉宾行程后抵港。照片中，刘德华身穿黑色毛呢外套，搭配一条灰色休闲裤，头戴鸭舌帽和口罩。有数名歌迷一大早到机场迎接，华仔跟歌迷聊天说笑。最近，他将演唱会造型重现在 Pop Up Store。他笑言，下月的演唱会就不以这些经典造型现身，会是新的造型。至于要不要露肌肉给歌迷看，他就笑说，腹肌已经很难练回来了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